早安，今天是2019年6月9日，今天我的头发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因为我明天头发就长不一样。想走过去那里，那里有眼睛。哪得嘛呢？下雨5点好久。本来会到后里的那个区间车，然后因为就反正现在就是 delay 很多很多时间，所以本来那一班列车就不会到后里站，然后我就在彰化站下车，然后要改搭另外一班区间车。嗯，这是辛苦的回程。屁股好痛啊。